原来每一个人演绎的时候跟你的拍档的合作那个默契是非常的重要。我觉得研学活动除了是一个学习的过程，我觉得还是一个探索的过程。老师，我觉得那个地方还有没有像，对，再拿一个箱子吧。精神来啊，我们就是要趁着这个天光赶快把这一段给拍了啊。你们两个可以互相交流一下，对吧？交流一下，点点头，可以吗？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五六七，走。希望通过黄梅戏的学习，可以让更多的朋友可以喜欢上黄梅戏。燕子有哎，老伴儿，每日一花，喝点水，润润嗓子。走着，咱们也把家还嘞。哎，老头子，你看那边干嘛呢？啊？别说啊，还挺时髦的啊。茶歌。